把人给饿成这样了呀！还不都怪那个死老三，他非说我们最近胖了，就不让海棠姐吃饭。从今日起，你就不要吃饭了。少主，人不吃饭是会饿死的。哎，饿一顿两顿死不了人，乖啊，等瘦下来，咱们想吃什么吃什么。他还要搞什么宣纸腰，锁骨放铜钱。 要是不达标的话，就不跟我们饭吃。这也太过分了吧！他凭什么这么要求你们呀？难道他自己的身材很好吗？对呀，减什么减，别减了，咱们就胖惯胖，瘦下怎么着吧？没错，我们保持身材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我们身体健康，我们过得开心，绝不是为了取悦别人。对呀，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就是吃。 你是九少主吧？怎么什么都会啊？少主自幼不在母亲身边长大，所以很多事情能自己做就自己做了，自理能力是一流的。多嘴。真是辛苦您了。侧夫人，还有好多事情是您不知道的呢。咱们少主小时候日子过得苦啊，主上为了锻炼嫡长主。 就让他掌管内务厅，他就私下克扣几个庶出少主的用途，那底下人自然就吃不饱了。咱们少主就剩下自己的口粮，分与他几个兄弟们，久而久之就得了胃疾呀。松快，一点都不过呀，少主，一个人。 不因为自己受到的薄待而心生怨恨，这是多么善良的人呢！行了，行行行，没事儿，我想多听一些你的事情。那少主这么挑食，是不是也是借口？就是想让其他人多吃一些？那倒不是，他就是单纯的嘴刁而已。素顺，手绢怎么脏了？一瓶一盏，咱们仨去洗手绢吧。 叫什么？你不是要我做你夫人吗？我叫你一句，你敢应吗？真的愿意。不过，季川和新川有所不同，你明白吗？。 那我愿意。心绪难言，心绪波澜，而你的双眼
动我心弦，前路漫漫，心有你相伴，山河之间，看去烟山无岸，往昔幽暗，人数消散，掌心的温暖环绕心间，风雪严寒，共灯火一盏，你在左右，便给我心安。你明日下朝回来，若是看见我在等你，就说明我想留下来和你一同过日子。你们不懂啊，咱们少主啊太不容易了，从小爹不疼娘不爱，在宫里受尽欺凌却没有长爱，终于如愿以偿了。上朝是少主得偿所愿的第一步，下官先行恭贺。少主入朝后，就按你我所想，不沾诡计，不为权欲熏心，千种思量聚在百姓，万般思虑皆为社稷，有所为有所不为，终当拨云见日。知道呀，他应该是说我是最棒。这咋听出来的呀？这是。侧夫人，侧夫人，刘大叔又做了个菜。少主今天第一天上朝，侧夫人就让厨房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，少主回来看见一定很开心。嗯，来，哇，好香啊！哎，这个姜怎么没撇出来呀？我来吧，把它们放好。
少主回来了。这开府啊，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房屋都修缮，还有两日便可完成。这开府宴的名单，还有菜单，我也都准备好了。你第一天上朝，辛苦了，我让厨房准备了好吃的，一起吃晚饭吧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朝上出什么事儿了呀？出什么事儿？你跟我说呀。不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一起解决。侧夫人，下朝之后，新川主独自召见了六少主，辞了婚。是金川主的独女，名唤元英。侧夫人，你想开些吧，这是川主为了两川的关系才会这样考虑。对呀，侧夫人，您都一天没吃东西了，您多少吃点吧，别再把自己身子给饿坏了。可是我一点都不饿呀。您陪我坐坐吧。也不知道这个院子他会不会喜欢。
回去慢慢吃。回家去，回我的济川，再也不回来了。侧夫人，好了，我累了，让我一个人待着吧。可是，小薇，他人呢？不知道啊，不是说在这儿吗？是啊，哎，好像在那边呢。怎么了？这是，怎么哭成这样啊？老九说你不在了，我们一顿找。你别哭了。他们都掰完糖了。尹正，元婴郡主从金川远嫁至此，你要多体谅些。以后你们要相敬相爱，厮守终身，明白吗？尹正，臣明白。元婴，尹正每日上朝甚是辛苦，你作为夫人，要懂得处理家务之事，相夫教子。是。他们就算拜灵堂都跟你没有关系，还以为尹正是个什么好东西，这办的什么事儿？哎，我哭了，我去帮你讨工的。哎，郡主，现在礼位才是最重要的。不理他们，我们带你出去走走吧。嗯，反正今日无人纠察，我们趁宫门落锁前回去就行。对。啊。哎呀，走吧。走吧，下下心。小点声好不好？让外人听了对咱少主不好啊。那张哥哥怎么说？还能说什么呀？赐婚只能接受呗，拜堂了。啊，拜堂！啊，我炸了！拜父，他们太欺负人了，来了一个又来一个，到底要来几个？什么时候吃个头啊？元婴郡主，这桩婚事，在下有话要说。正巧，
我也有话要对你说，请吧。想必六少主也知道，对金川而言，最重要的就是生意。而你我的婚姻，不过是两川主上做的一桩交易。我俩，不过是两件货物罢了。但我并不想沦为抵押物，这桩婚事也并非我所愿。眼下，你我都无力扭转乾坤。既如此，我便当好这个少主夫人。我知六少主先前因争取上朝而竭尽所能，足见君有鸿鹄之志。但如今，少主要掌管何司何事，主上都并未言明，想来仕途不稳。这时节，后院不能乱，少主需要一个贤内助。郡主的意思是要帮我坐镇内宅。我会当好你的后盾，等你坐稳朝堂那一天，希望少主收服新川主，放我离开。郡主是想说，等时机成熟，我们就一别两宽。正是。不过，新川宫规矩森严，女子只有被休弃的份。但希望少主明白，我原因可以丧偶，可以和离，但绝不能因为犯错而被休。要离开，也要堂堂正正、光明正大的离开。金川郡主名满天下，果然是有大志向的人。所以，少主是答应了。有件事我要提前告知，我有个侧夫人叫李薇，之前我是想把她扶正的，这个意愿不会更改。明白了。这个李薇我有所耳闻，出身微寒，能力有限，的确是撑不起少主夫人这个职分。为感谢六少主诚挚合作，我也愿意完成你的心愿。我会将李薇教导成合格的少主夫人，祝你们二位幸福。合作愉快。少主这是醉了，酒量不好，也会拖后腿。我没，你先休息吧。这个元婴郡主真是的，看到您一杯倒，她嫌弃的那个样子啊，压根就不像是个夫人。她本来也不会是我的夫人。我刚才没吃奶吧？没有，你演的好着呢。演？我是说，您自小就沉稳，绝对不会是一个在外人面前失仪的人。您走之前还跟郡主行了礼，出门才摔的那个大马趴。少主之前就想着怎么扶正侧夫人了，谁知道得了元婴郡主这么一门婚事，造化弄人呐，就怕侧夫人她
少主，少主，侧夫人已经睡下了。我有话说。今天不方便。有什么不方便了？就见也行，但是今天是真的不方便。少主，你请回吧。我就一句话。少主，要不您就回吧。侧夫人是真的睡下了。少主，也不是不能见，但是今天不能见。有外面吗？王八蛋。六哥，嫂子没事，你放心，你们拜堂，他一个人难受，我和五嫂还好家嫂子就带他出去走了走，然后就这样了。反正事情就是那么个事情，你看你信不信？人也送到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尤罗，夫人，内务府派了我们过来，等开了府，我们替您料理府中事宜。小人姓庄，宫里的人都尊我一声庄嬷嬷。往后呢，这内院的事情我们少不了要提点，毕竟夫人年轻，不知道轻重，还望夫人谅解。我们四个理应分管下人、后院、库房和杂物。库房的钥匙有两把，我们一把，夫人一把。不知新川内务厅的规矩是怎么教的，但在我府上，嬷嬷们应是得了夫人允许再开口的。夫人，您误会了，庄嬷嬷为您解忧罢了，开府事大，又怕出什么乱子，我们四个是最有经验的，也是怕夫人您初来乍到。既然嬷嬷们这么有经验，那我便问一问，今日库房有人找我说是炭火跟册子上对不上，少了20两。炭火是各处丫头们领的，有人是库房发的，有人是自己去拿的。这个事儿，请问四位嬷嬷是怎么管的？都想当差捞油水，不想担责任。不想担责任，就不必待在这个位置上了。我自会安排人手管事，
你们只需按月汇报事务即可，但我随时问，你们随时要答得清楚。我这人没什么爱好，就是爱看账本。以后府里的账册、库房钥匙也都由我亲自来管。可是 我让你说话了吗？如无传唤，请四位嬷嬷不要随意走动，安心同苏总管好好学一学规矩，做得好自然有赏，若是犯了错也仔细你们的皮，实在待不下去我也不强留，回头自己跟内务厅讲明白。下去吧。是。不用紧张，我只是查了账，发现有很多不合理之处，需要精简人手，削减开支。刚才说话的两位嬷嬷戴的是什么耳饰？回夫人，右边是玉的，旁边那位是银的。你们两个留下即可，另外两个也不必担心，我会盯着内务厅妥善安置的。是。你们俩叫什么名字？回夫人的话，我叫石榴，她叫葡萄，都是大嬷嬷给起的名字，寓意多子多福。我不是来开枝散叶的。你很会说吉祥话，以后对着其他主子说有你的好处，但在我面前不必逢迎。我不愿意让那些认真做事却不善言辞的人寒了心。是夫人。以后若无旁人在场，便不必叫我夫人，叫我郡主便是。是郡主。下去吧。正式重新梳理的宴会流程和宾客名单。事情的流程太过繁琐，流水席固然有趣，但并不是陪于开府的场合，还是改回传统宴席。小人这就去办。这位便是刘宝全，刘主厨吧？啊，是夫人。开府宴的菜单在这里，你回去仔细研究，有什么不懂的来问我。啊，不过夫人，这开府宴菜单，侧夫人那份菜单不适合宴会使用，有些做法复杂，你们当天顾不过来就容易手忙脚乱。还有，这样的场合一定是会饮酒的，一定不要准备不好消化的粘性糕点。客人吃了胃会不舒服。是夫人。辛苦了，忙去吧。姨姥姥，小辈尹岸见过姨姥姥。这位叔叔叫什么？什么叔叔？见外，我自我介绍啊，小辈新川三少主尹岸。啊，我生母可是金川人，论辈分是您表姐的外孙女。啊，这都吃五福了，三少主就不必与我论亲了。哎，得论，得论呐！您看，你我都是金川人，想必姨姥姥对生意之道也颇有见地。我在新川有很多铺子。您若愿意，不如我们强强联合，我在外面趟路子，姨姥姥在内宅里放印子钱，我与姨姥姥共创辉煌。啊，不必了，不感兴趣。姨姥姥，那你要是对放印子钱不感兴趣的话，那我们就单论铺子啊，东市西市南市北市任你挑，只要您出钱，这些活都由我来干，好不好？这些地方任您挑选啊，一本万利的事情啊，姨姥姥，姨姥姥，您只需要。这个三少主确实有点吓人。真的是金川的吗？看着不像啊。听说三少主在外头产业不少，这铺子都开遍新川都城了。这确实很金川。夫人，您安排的事小人都吩咐下去了，
您放心，保证安排的妥妥当当。有劳。那要是没别的什么事儿，小人就还有些事儿，烦请苏总管牢记。哦，开府事项，共88项，注意372条细则。夫人，这都是您新婚之夜写的？没错，还有其他册子，我一件一件交给你，免得弄混了。开府之后，一切都得规范管理。是。其一，内院服侍者不得随意走动，需两两结伴，互为监管。夫人，您这都背下来了？我自幼博闻强记。其二，外院洒扫仆役，除当值者不得外出，违者杖18。夫人，小人识字，待我回去慢慢看来。听是最好的记忆方法。其三，日后若我主子允准，内院服侍者不得进入尚书书房，任意闲散人等不得于书房外游荡。书房与内院之间两道小门，须设3班昼夜看守，无故不得擅离，违者杖18。其四，书房。侧夫人，侧夫人非要走吗？小人已经打听了，这是主上非要赐婚的，和六少主没关系，六少主也为难。玉萍，你怎么不劝了？你不是也希望侧夫人和六少主好的吗？事已至此，留下来只会徒增伤心，不如就算了。那侧夫人带点吃的吧。别难过了，有缘总会相见的。两个人要走下去，太难太难了，变卦是常事儿。我不怪他，只是我也不想选他了。我知道他难，我只是接受不了这种安排。少主。李渊不在，少主不必再来了。我有话和你说。我不想跟你说。我已经和元婴郡主说清楚了。少主与夫人说了什么，与我无关。请你离开。李渊。侧夫人，少主肯定心里也不好受，要不您就见他一下吧。不见，要见你见。我说了，不想见你。哎呀，是我。呀，我刚经过院子，你猜我听说了什么？什么？元婴雷厉风行，内务厅刚送来的人，他直接就给退回去了。而且他还给府里新立了规矩，任何人不得接近书房，违者杖18；任何人不得在府里单独走动，违者杖18；任何人不得随意出门，违者杖18。走，咱们俩一起弄他。哎呀，按话本里写的，我肯定就活不过这一招了，我得走了。哎，我炸了，胆小鬼！你跟我们家真哥哥情投意合，怎么能把喜欢的人拱手让人呢？什么情投意合？我不是，我没有啊，我得走了。喂，侧夫人，我家夫人有请，请吧。Thank you.
宋姑娘，我与李薇有话要说，请你回避一下。我要是回去了，谁知道你会怎么害我此生最好的姐妹李薇？再说了，凭什么你让我回？我还有理由在这站着呀？紫雪豆腐，保重。李姑娘，啊，你不用紧张。我没紧张。会看账本吗？你可替六少主理过账？没有。月例发放、人员管理，这些你可清楚？看过一些书，略懂一二。看来是不懂。那开席宴客、餐桌礼仪，你可了解？这些学过一点，吃的我最擅长了。擅长？你那份开府宴菜单我看过了，问题很多。那菜单您定吧，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跟我去找六少主，我们把话说清楚。为什么？我现在不想见他。人长了嘴，就要把误会说清楚；生了耳，就要听旁人辩白。不要因为矫情，又或者害怕面对而逃避问题，来回扯皮，浪费光阴。走。误会。六少主同我商量过了。等他坐稳朝堂那一天，就必须放我自由。啊！怎么？很意外？我不愿掺和你们的事儿。我父亲认为我奇货可居，想将我的婚事作为筹码，所以选择了新川少主中他认为最有前途的一位。我无奈屈尊于此，不过是缓兵之计。对尹真而言，我只是他的幕僚。至于你，他希望你成为他的夫人。你自行判断，若是同意，日后我便是你的先生，监管你的学业品行，直到你能执掌内院。还愿意？我不知道，我得想一想。我来新川，不过是个亟待更正的错误。罔顾他人意愿的指婚，便如强买强卖。我都没有放弃抗争，你俩本就有情，难道还想低头认命？李薇，我知道你难受无非是他没能拒婚，但我都没成功的事儿，他失败了也不意外。六少主是个好苗子，待他成长起来，定能与你排除万难，长相厮守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为了我们三人都想要的将来，我们大家都不能放弃。这三个人到底在说什么呀？一句也听不见啊！看他们的表情，袁毅不会是要把李薇赶出家门吧？不至于吧？李薇，我已经为你制定好了一个计划，从今以后你必须严格遵守，尽快成为一个合格的少主夫人。石榴，
倒也不必拔苗助长吧。少主所言极是，这些书是少主要读的，只有最上面那本才是李薇要学的。那不会是李薇的休书吧？太过分了，居然让真哥哥亲手把休书交给李薇。不为少主也制定了一份计划，眼下少主首要解决的便是金川欠债后续还款问题，金川并未再向我川提议还款，由此推断其他少主所想的筹措银子的法子金川主都并未满意，那这便是六少主最好的机会。英雄所见略同。我弱弱地问一句，两位的计划我能不能不参与了？我想回家。不可以。你凭什么说不可以？少主还有资格说不呢？抱歉。既然都说清楚了，就抓紧时间各司其职，赶紧读书吧。元英，休想鸠占鹊巢，休当李薇。李薇，你别怕，这次我不会逃了。能把你从这个家里赶走的人只有我。哼，想都别想。宋武，他没有赶我走，刚刚撕掉的是元英给我的文书。宋武，道歉。我凭什么？姑娘贵和夫人的干女儿，算不得府里的人，我无权干涉，还得请和夫人亲自管教才是。对不起，静文，这文书已经撕毁，就算道歉也无法复原，但这书李薇还得看，所以还得请宋姑娘一片一片原封不动地粘回去。有劳郡主。真不错，能得三分了。继续吧。少主，在完成计划前，还请少主勤勉，不要只顾着儿女情长。不是，我是在找你。我刚巧有了一个还上金川欠款的想法。既然有了想法，杵在这儿做什么？还不快去写奏折？是。算错一个数。也就一个而已，没有人会全对啊。我来示范一下。我就从来没有错过。元吉生厉害。我说过了，为了身体健康考虑，以后禁止宵夜，子时前必须入睡。宵夜？我不吃那个的，是狗想吃，百福想吃，所以我就过来看看。全府禁止宵夜，百福也不例外，跟我回去睡觉。好了，大少夫人江月来自银川，喜爱煲汤，讲究营养；二少夫人赵芳如来自代川，喜爱螺蛳粉和臭豆腐；三少夫人董海棠来自沧川，因沧川多海棠果而得名，没有忌口；
四少夫人安熙元来自墨川，喜爱甜食。这次你倒都背下来了。郡主，以后可以先吃饭再背。少主，在办出公注之前，最好大家都能有个体统。我现在算是李薇的先生，您的幕僚，我所做的决定，还望少主支持。先吃饭。这几年新春与金春的经济往来资料，少主看完了吗？看完了。开饭。你们搬出宫后，我来找你就方便多了。搬过来之后，这个正院是给金川郡主吧？你住哪儿？我住东小院。他没有欺负你吧？元英这个人呢，对我很严格，但我知道，他对我严格是因为想认真的栽培我。让我成为一个好伙计，他希望我有能力跟他一起管理府上的事务，而且他明事理，算是一个好上峰。但无论是务工还是嫁人，其实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值得托付、值得信赖的人。我们作为侧夫人，多多少少都会受一些委屈，就尽量忍着吧，把少主哄好了，这日子才能好过嘛。我还是不太能明白，为什么非要把少主哄好了？这新传的女子为什么只能仰仗丈夫的鼻息，看着丈夫的脸色过活呢？若不是他们将女子困在宅子里，那女子肯定有所作为。像元英这种人，早应该有她自己的一片天地。你竟敢偷听主子讲话！哪门子主子啊？他在背后议论我家主子，还不让人偷听了？你胡说！我们家主子才不屑在背后嚼人舌根呢！你这么有闲工夫，不如回去把自己的水平提高提高吧！雷霆手段，女中诸葛，是他在说的。好呀，不是你，你不是说的，侧夫人，人家在说我们家的事。于平，于平，干嘛呀？侧夫人，他说你坏话。我们家侧夫人是你能随便说的吗？我家夫人才是全天下最好的夫人，我们家主子才是。你们家是？我们家，我们家。行了。丁少别家，跟别家吵架，还舞到正主面前去了。夫人，小人知错了，可是我真的看不得他们说你。你这一维护我，比十个抹黑我都可怕。你有自己的差事，除了差事之外，也该有自己的生活，哪怕多读点书，也好过现在把心思放在不正道上。十六知道错了。我知道，如此行事。也是因为你对我真心，但原本我与对方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与别个一闹，让我们不好见面，日后共事还麻烦呢。以后你还是长点心吧。是夫人。别哭了，起来吧，我们去跟侧夫人道歉。是，该我们道歉才是。小人知错了，不该偷听侧夫人说话，更不应该动手，小人再也不敢了。不要紧，这事儿我也有错，郡主是为了我好，我不该说她苛刻。玉萍也知错，请夫人责罚。罢了，我已经批评过她了，你们俩都下不为例。是。主上，金川的还款期限还剩半年，但我川却宽限了单川三年的时间，要筹措给金川的银两，实属不易。李长主，孤以言明，新川所欠的债务不能把责任归因于单川。主上，
狄长主的意思绝非是推卸责任给丹川，实是心忧天下，苦于无法酬银啊。孤明重臣商议解决之道，不是听尔等一再废话。总结情形，便是路边三岁小孩也能白描，何须古宫之臣云集此殿？六少主自上朝以来还未置一言，不如也来说一说。不用怕丑，姑且一听。是。回禀主上，儿臣以为我川既然承诺金川分批还款，就应严守承诺，方能树立我川威信。哼，新娶了金川的郡主就跟人家一条心了吗？与此无关。儿臣确实有一建议。重伤。六少主怎能希望新川重伤呢？六少主慎言，重伤京师必遭灾祸。速记。儿臣并无重伤轻视之意，但若适当放宽方式制度，可助我川迅速筹银。荒唐。方式区划保证了百姓的安全，一旦打破，这城中秩序谁来维持？助长商贾企业，天下逐利，轻视气节，那不是和金川一样唯利是图了吗？儿臣以为重伤只是手段，开放方式的同时要辅以教化，不能为了浮花烟云折了亘古锦梁。主上。姑瞧这老六已经有了一定的想法，待回去完善后写一道折子与姑瞧瞧。是。元婴先生，我好累了，我腰酸背疼，头晕眼花，睡不进去了。劳逸结合才是学习之道，想都别想。哎呀，元婴先生，我要是跟百福一样有条尾巴的话，现在都要成陀螺了。就形象好，你让我休息一会儿，吃点东西吧。你笑了，那就是同意了。等等，让我看看你刚才写的题。十道题才对了五道，就可以得五分了，那就休息吧。圆圆，你可真好。哎，今日上朝，白意思都说了吧？说了。被狄章主和他的人挤兑了吧？若没猜错，他们以你娶了金川郡主一事针对你了吧？若再遇此事，你就说这些事情在下可以解决。郡主现在比戴先生还像我的老师，既然已经选择屈尊做我的幕僚，也请试着学会相信自己的伙伴。其实我觉得李维挺靠得住的，你为何不反思一下自己为什么不能让我相信？还请少主好好努力，配得上做我的伙伴。
是，在下明白。这郡主的自信还真是深海不可斗量啊。彼此彼此。要不咱们请少主把奏折看完再去吃饭，不要拖延。是。元婴做事一丝不苟，我把百福的石盆放在亭子里了，一会儿元婴经过肯定会把它收回去。我已经连着训了百福三天，他已经学会护食了，只要元婴经过就能弄他。是不是又吃多了？李薇，别闹了，你这些小伎俩对他没用的，走吧。哎，你就这么看着这个人霸占着我们这个家，他现在敢这样，以后就会彻底抢走真哥哥，把我们两个都赶出去的。他不会的，元婴，他不是会被困在后院的女人。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只剩这个。我不爱吃馒头，不好吃。加点东西就好吃。这一些了，是别人我才不给他。那你还给我吃？哎，你可不要在这种艰苦的时期跟我搞什么暧昧。我们俩难兄难弟，我同情你。想走吗？我想好了，在这里，元婴是你的夫人，在她脱身之前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以后的事情，以后再说。你要是没吃饱的话，你再吃点吧。
你多吃吧。你有胃病，你多吃。我吃饱了，你可以多吃。我也吃饱了。父亲，你就让儿子回府住吧，以后我一定每日进宫，臣姓昏帝。你就别把儿子拘在宫里了。哼，哎呦，姑还不知道你一出宫就花天酒地，弹劾的折子都看不过来了。参见父亲。新川百年重士农，轻工商，前朝皆不敢破而后立。如今金川外债一事，却是良机。如果能放宽方式，定会助我川迅速抽烟。哎呀，欠金川的钱不难筹措，但此机正是效仿金川、打破方式限制的最佳时机。此事重大，不能一蹴而就，唯有步步放宽，潜移默化。依你之见，首先该做什么？去宵禁，开夜市。除夕之夜，兴川便无宵禁，如此实行，亦不算冒进。前朝之所以不敢开夜市，是因为战乱无法管理，但如今我们国泰民安，正以广纳贤才为新川效力，侠力经济。好，这夜市的事儿就交给你去办，凡事循序渐进，不可操之过急。多谢父亲。儿臣还有一事相求，三哥在外生意颇多，如果能被他指点一二，那定会事半功倍。啊，对，父亲啊，儿子出宫也是有正事要办的，绝对不是一味的。也罢，就让他帮帮你吧。是，儿子一定竭尽全力。以后我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玲珑心思啊，姨老爷。你叫什么？元婴郡主是我姨姥姥，这你是知道的呀。所以从今天起呢，咱俩就各论各叫，我管你叫姨姥爷，你就管我叫三哥。哎，姨姥爷，三哥先回家了，去方氏徐氏的事儿就交给你了。啊，各位，从今日起我们就自由了。在宫里的这段日子你们受苦了，但是苦难是最好的历练。下面要说穿越血与火的烟云了。穿越血与火的烟云，
我们饱经风霜，忆往昔，沧海桑田。要对仗了啊，夏军师，历经霜与雪的洗礼。历经霜与雪的洗礼，我们继往开来，看今朝，任重道远。别不出词了啊，要总结性发言了。我们一家六口终于可以和剩下的家里人团聚了。套路废物。哎呀，这段日子我一直在想啊，你们是不是还是些许有些孤单？不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吧？不能吧？所以我决定再给你们添一些姐妹，意下如何？我们还想给你添口棺材呢。哎，少主，哎呀，你看，羊皮骨，哎呀。哎，这个就做得好，加粗的，哎，也挺好啊，好不好看这个？这少主心思还挺细的，知道您问得慌，借公开调研，还带您出宫，他自己也想玩。老板，哎，生意怎么样？哎呀，公子，春节如挺不错的，挺不错，生意兴隆。您还埋怨少主呢？新川主赐婚，这不是少主能干预的，而且元英郡主不也说了吗？这桩婚事不作数的。我没有埋怨他呀，只是很无奈，这件事情。谁都没有错，错的是新春的狗屁规矩，一点比不上我们新春。老板，生意挺好啊。啊，还好还好。这以后要是知情夜市，你还愿意出来？愿意，当然愿意。好，生意兴隆。啊，慢走啊。哎，这个面具有意思啊。赶紧看一下。这个怎么买呀？这。来看一下新娘的面具，好不好看？赶紧看，我说闻到股铜锈味儿，倒是谁呢？二哥，听说你拉着老三一起，准备要撤除萧敬，老祖宗的规矩，你都敢换？小弟不敢，只是奉命行事吧。狐假虎威，如今还会用父亲的名义来压我？不过就是娶了一个金川郡主，你倒当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？是不是个人物，得看能否为百姓谋福祉，与婚嫁有何干系？心怀圣意之人，即使出生在鸡窝狗舍，也能成就一番大事。嫡长主殿下，小女见识浅薄，请不要与我一般见识。老六。你的人我懒得管，但是心伤之策若是出了差池，你可要想好如何担待。走。宋夫人，厉害呀！你这胆子不小，敢和狄掌柜交往。谁让他欺负？还好元英先生让我看了那么多书，不然我也不会说出这么文绉绉的话。你比他好多了，我支持你。新鲜的大螃蟹来，想吃吗？走。玉萍，你把这个东西先送回府里吧，一会儿再让车来接我们，好吧？啊，行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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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谢谢。回去别动。这么快就到家了。要不去喝一杯？好啊，我想你不能喝酒。
先生也没那么可怕，他这么严格也是为了我们好。对，这与严师出高徒嘛。虽然理解，还是先坐一会儿吧。咱还是再缓缓。喜欢自己磕螃蟹睡，有原因吧？这是今天在方氏买的螃蟹，开春很少有螃蟹买的，特别是这么肥美的母蟹，你快尝一尝嘛！啊，好吃吗？金川临海，郡主以前也常吃蟹吧？就是，小时候经常吃螃蟹。那时年纪小，一直总不够吃，父亲和母亲都知道，便将螃蟹都让给我。他们平时对我管束严格，也就只有吃蟹这种小事儿，才会心软，放我一马。不过，螃蟹性寒，不可多食。少主你也只能吃半只，不然会致使胃病复发。是。那剩下的我帮你吃。你也不能多吃，你素来贪饮食，若是太过放纵，便会为外人猜出喜好，反而不妙。那我是不是？宋姑娘觉得呢？啊，吃食不过是果腹之需，只有加以节制，方能磨练心性。哎呀，也就几只螃蟹而已，你不是也很喜欢吃吗？放开吃一回，也没什么事儿吧？别那么压抑自己嘛。这不是几只螃蟹，这是自制力。我吃饱了，你们慢慢吃吧。主上的字写的是越来越好了。拜见父亲。免礼。近来府上如何？和元婴郡主可还融洽？谢父亲挂念，一切安好。哎呀，古知道你心里主意继传李氏，可李氏出身微贱，难堪大任，自去岁丹川世起，故便寄厚望于你，将来你必为要臣，匡扶朝纲，所以啊，有一位得力的夫人便能相助一二。是。除了你二哥的开府宴，姑都不曾亲临，也不能偏待你，这幅字就当作你开府的礼物，也算作姑的一点心意啊。谢父亲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你五哥年纪已到，七弟从小刻苦勤勉，姑打算下个月为他们开府上朝，
你得多帮衬这些，这也算是你最要紧的事。嗯，是。还有一个庶出的行六，竟也敢染指我的护政司。他不过是以还金川的债务为借口，让父亲准允他的提议。二哥，是打算去老六的开府宴啊？他配吗？是啊，庶子开个府而已，怎配得上嫡长主亲自前往？二哥，老六怕是会借助开府宴招来大家，一同做夜市啊。把我不去他开府宴的消息传扬出去吧。嫡长主不去，自然无人敢踏足他的六少主府，不然就是跟您过不去。记住，务必按照名单上的顺序排布座次，不得有误。是是。请这么多人呢？啊，这是最新确定的宾客名单，您的席面一共定了四桌，就在这屋子里。各位少主与夫人两桌，各司要员的女眷两桌，一定要熟悉流程和宾客座次。你到时候可以带女眷去赏花游园。这我擅长，帮我审查。苏总管，哎，你交代下面的人，席间一定要严守门户，特别是前院和后院之间。若有人喝醉乱闯，就灌两碗醒酒汤，喝了睡下就行。好，好，好。现在你们可以去放炮了。哎，记得放响一些。哎，放心吧，郡主啊，快收了，收了，放炮去吧。李威，我方才说的这些，你可都记住了？记住了。很好，你把我说的这些都记下来，照着做。日后等你做了夫人，也要负责宴请宾客的时候，就不至于两眼一摸黑了。谢谢云英先生，去吧。开府。去厨房看看，咱千万别误了。好嘞，好嘞。平分炒一些啊，一直炒，待会少放一些盐巴啊。各位，今天是我们开府的大日子，大家手脚都麻利一些啊。你切得薄一点啊，你也是切得细致点。哎呀，我说周全，你也是个掌勺了，不用每件事都亲力亲为，这种小事交给小厨子们就行了。来，小金，来，我把这菜炒一炒。哎，好，去吧。刘大厨，现成行吗？苋菜，单子上本来是油麦菜，可临时没了。夫人说呀，可以改成苋菜。行行行，夫人说行就行，赶紧去备菜吧。师傅，你看这儿，大补甲鱼汤，一早买来的新鲜，最是滋补了。嗯，不错。大家伙都忙着呢，啊，辛苦了。辛苦吗？宝全呐，啊，开府宴是大事儿，一会儿宾客就到位了啊，咱后厨不能出任何纰漏啊。哎呀，您放心，我们后厨绝对没有问题的。是吧？是，来你看看。太好了。
哎，都麻利点啊！快快快，去忙吧。都过了这么久了，怎么人还不来呢？二哥关系盘根错节，他宣称不来，谁又敢来？就算是这样，其他少主和少夫人怎么也不来啊？哼，你平时不是总跟他们混在一块儿吗？还以为有多要好呢，看来也不过如此嘛。没准是路上耽搁了呢，我们再等等吧。你们要去哪儿啊？你们要去哪儿啊？虽然我姨姥姥元婴郡主亲自下了帖子，但是二哥明确表态不去。我作为护政司的人，首当其冲的，不能去。你不去就不去，我们又不是护政司的，为什么不能去啊？此言差矣，我是护政司的人，你们是我的人，所以你们肯定不能去。真想让这位三郎喝点药啊。死老三不是办公去了吗？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就差一点，要不然咱们就走了。好不容易能出门，不会泡汤了吧？那我妆岂不是白化了？知道，你们呢想去跟小姐妹们聚聚会，我又何尝不想给元婴郡主这个面子呢？但是二哥已经明确表态了，我这也没有办法呀。怂，真怂。哎呀，吓我一跳！不是，你遮着点吧，你二哥多可怕呀！哎，别扔了。我有的时候真的不想打你，但有的时候我真的忍不了。你就算打我，我也得为你的人身安全考虑。如果二哥真对你下手了，我就得为你拼命。当然，拼命是小，你受伤是大。你得避风头，就别去了。可是微微平日里很照顾我，我应该去。你一个人去怎么行啊？那么多人还要应酬。要不我们都不去了，送点礼物，聊表心意，如何？嗯。